王者助手原来叫王者助手，后来 改名叫王者营地了。和 V Game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那个意思。帮我先选。等我。早起。哎呦，这个好难秀的呀，老大应该打赏金秀一秀。你这皮肤是新皮肤吗？是的是的，新皮肤，官方给的。他肯定一脸问号，为什么官方给我不给他。没办法呀。别问了。看来我的，哎，可以啊，他把他单杀了。我应该游走一下的。现在守约出场率真的是高，大家都想去玩那个无尽三无尽四无尽的套路。连我都想玩了，就感觉一枪把别人崩翻很有快感呢，是不是？不行，他们不关注我了，我要嘚瑟一下。好看吗？好看吗？各位。完了，不搭理我了呀。你过来我看看。就这样。这样怎么样？还行吧。好，我们开始。哎，不要不要，不不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呀，兄弟。啊，我先以为是我他上了当，结果我们这边人上了当了。铭记他，守护他，成为他，炸死他。好样的。好，我终于到四了，他也到四了呀。哇，这个人怎么走到哪杀到哪。我先以为我把对面的中单害了，结果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云中军上了当了。哎，我不想对他用大呀，对他用大好浪费表情啊。这复活啊，哥要崩死了的。哇，这个人好猛啊，这个李元芳，狂暴李元芳这么凶的吗？我怎么感觉他走到哪杀到哪，还拿了暴君，他一个人做了好多事情啊，还把塔给拿了。
不行，要必须刹车，也不行啊。阿珂不在哪？嗯，你们双边打不过呀，下路下路下路，完了，刚出他猛开死了。挺帅的呀，我在天上的感觉挺好的呀，为什么你们觉得很丑啊？我觉得还不错呀。狂铁来了，哎，屁股后面抓这个，他直接他一个大招没过墙，把自己坑了呀。嗯，我觉得还行啊，这上天的感觉。为什么你们说丑啊？我觉得还好啊。最气的是没蓝了，炸死了。没蓝了呀，哥！哎，没蓝了，等等等等。嗯，嗯哼，嗯，体验服不是啊，正式服啊，我有体验卡呀。你不知道我是皮肤体验官吗？还用问？是不是救救我？哎，完了，浪了呀！这冲上去把自己给秀了，哎，可以，这弹弹乐肯定要弹死他的，上天落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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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尾都作死了呀，这太嗨了吧，哎，这蔡文姬这个二技能真的太顶了呀，我看到他捉到那个捉到阿珂的时候，阿珂旁边有兵，我就知道这波阿珂死定了。嗯哼，带着李元芳一起送，李元芳大招丢歪了呀。你还站在那里给我走位走，他进了波草，很猛的。怎么这么难打呀？好像是他这个裙子有点怪怪的，是吧？是这个原因吗？裙子的问题，有一撮裙摆让他感觉到好像挺矮。对，左边的那个裙太长了，是这个原因吗？嗯嗯，没裙子不好吗？你是不是有毒吧你？哎，我不是要上天的吗？怎么没上去啊？你好像对我们边路不是很了解。嗯，没见过婉儿这款皮肤，新的呀，新的你怎么见呢？今天刚有啊。嗯，别急。嗯哼嗯，阿珂在下，慢慢压着打就行了。我们这打野节奏很好，这主要是李元芳把那个下路给打穿了，是不是可以给我？我怎么感觉我蓝花的这么快？你们用一下蓝就没了，刚有了。嗯，给了我一枪。哎，他不是做那种无尽战刃的流啊，他都不搞一些潮流玩法。他不知道现在的潮流是无尽堆一身无尽吗？恨不得六无尽去玩这个百里守约了。他不够潮。哇，要命啊，老弟。
慢慢打咯，现在不要失误就行了。老老实实刷个大就好了。好。主要我这一波进场没太大意义，他那个太乙真人会拉个复活起来，我要等他们，等我队友进了，然后我们打收割会比较好。他应该没有切我吧？我看那个人大招已经丢过了嘛，他大招已经丢过了，我们就直接大刷大进场了。你不会有大吧？我忘了，忘记看了。10秒钟有大，嘿，弄死了一个，还能打吗？我有帽子了，我要去拿个蓝。21前前 AA 二技能。等他到脸上再炸炸一技能炸，把蓝给拿了，这样捡 CD 就好很快很多。K 飞出去的是个 K。乖乖。哇！瞬间秒了，这运一手人没了。做个职位支配者，刚拿的蓝还没热乎，好快、啊，这秒的我。二技能晕了一下，直接一套没了。是体验服吗？不是的。K 是什么意思 ？K 头，懂吧？看，我的天哪！我的进场还没，我服了。好吧，稳一波。完了，又死了。这，怎么突然我们有点裂开的局面了？7000、8000，你对我们中路也太不了解了。可以。都秀起来了。认真玩，认真玩，不然真的没了。代谢。总感觉对面那个阵容飞进去没什么意义啊。好烦，几个复活，都感觉不是怕我冲他们的人。还差多少钱？我这个职业支配者，还差一个兵。好，有了，法穿。这么跳，我应该还是带闪现好一点。
刮痧。这不 K 人头 ，K 人头。哎，我怎么失误了？我这踩到他脸上，居然大招没刷出来。大招。哎呦，好烦！这刷也刷失误了，我真烦。看一下，现在经济是9000，对面廉颇有10000经济啊，杨玉环。8900，我跟杨玉环钱一样多，主要是对面的魔女是怎么感觉我这打出去那个大招真的是刮痧的伤害，好像有法穿估计强一点，完了被别人抢。想等一手闪，还是闪现好用一点，感觉进化玩不习惯，都把别人捉死了吧，应该。OK 了，差不多一波了。应该没有人，你这上的有点鲁莽了。他死了吧？这个，应该是死的。好，一波了，一波了，狙，认输了。玩带斩杀才爽，怎么可能？带闪现好用一点吧。大仙语音包是啥？语音包就是语音包呀。